我跟你说啊，好男人你不赶紧给我留住，到时候都跑光了，你就哭去吧你。哎，阿姨啊，是这个吧？哎，是是，就是他，对对对，给我吧，我去换衣服。哎呀，真是谢谢。给您车钥匙。坐坐坐。哎，记得拉窗帘啊。知道啦，你比我妈还啰嗦。谢谢阿姨。嗯，怎么样？好喝，凉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正好正好。哦，那快喝。喜欢喝？嗯，喜欢。真好喝。那个计划呢？我们应该还需要重新做一下。好。李医生啊，那么多题，你说你是不是故意为难我？到我这儿来的病人呢，他们都要走这个程序，要不然我就很难去理解他内心现在是什么状况。你要知道，这不是一般的病人一样的去拍个片儿，然后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病了，你懂吗？我现在不是你的病人，我是你的朋友。哦，是我的朋友？那我的朋友在我的营业时间就不能占用这里了啊？我不是你的朋友了，我是你的病人，你看。那我看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经常会有一些记忆跟另外的一些记忆混淆在一起啊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什么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？你能明确一点答复我吗？不能。哎，你问点别的吧。问点别的，别的有什么好问的？有，你可以问我兴趣爱好啊，喜欢什么，是什么星座啊，什么血型啊，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觉得这个不太需要啊。不需要。嗯。那我之前问你那个问题，你要怎么解决啊？哦，你刚才说的那个，我倒是有一点建议。你可以去做一些运动。做运动？比如说做瑜伽。瑜伽？又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文静一点的运动。要不然你可以做一些群体性的集体活动，比如说爬山呢，户外的，可以试着去骑个脚踏车也行。爬山？这个周末我跟你一起去爬山。我知道在金山那里呢有一个温泉山庄，我们爬完山之后还可以去泡泡温泉，好吧？这个周末我约人了。下个周末？下个周末我可以。嗯？你不喜欢爬山，我们可以去游泳。我不会游泳啊。不会游泳？那看你这体型呢，应该也是个运动健将。我约你去打篮球，打篮球喜欢吗？啾啾啾。可以啊。会的。那我做你啦啦队。我们还是回到你之前说的那个问题，我还有另外的一些建议。要是你真的觉得时间挺多的，就是太闲了，我还可以建议你去做一些比如说公益活动，就去照顾一些老人院里的老人家，这样也可以啊。对你那个身心的疏通会很有帮助的。李医生啊，我觉得跟你聊天呢，我觉得很舒服，也很享受，而且啊，你的声音啊非常有磁性，我听了之后，我觉得什么烦躁也没有了。哎，我以后啊每天都来找你聊天吧。嗯，每天？嗯。你不觉得每天来那费用挺高的，不太好吧？不觉得，我觉得如果用钱能买到快乐，值得。啊，哦。李医生，您叫我？对，那个等一下梁小姐来的时候，你直接请她进来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中午约了别人吃饭，我想就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聊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再见。嗯。哎，饿死我了，快走吧。好啊，走吧。原来有病人在啊？谁是病人？看清楚没有？
不是病人来这儿干嘛？那你不是也来这里了？那你是不是病人啊？性质不一样啊。我觉得呢，没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走，吃饭去。走，李医生啊，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啊，很享受，我也很快乐。明天再来找你啊。真脸皮真厚。你就不用理他，他这儿有问题。怎么被他买了呢？买什么了？手链。手链？我之前看中一款手链，回头就被别人买走了，原来是他。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？我都被他恶心了一个早上了。我觉得我们去吃点麻辣烫，把那种恶心的感觉压下去。没问题，我请客，走。走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哥，吃点葡萄吧。啊。怎么了？情绪不高啊？哎，遇什么事了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？我被欺负了。被欺负了？谁敢欺负我妹妹啊？跟我说说。哥，我跟你商量件事啊。啊？我现在这工作我不想再干了。不想干了？嗯。为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那个金振不是挺欣赏你吗？对啊，那是以前。现在那个老女人啊，就是傅一平的前女友，处处跟我作对，还针对我。我真的没法再干了。跟你作对？为什么呀？谁知道啊，可能嫉妒我比她年轻漂亮吧。哎，哥，你真的要帮帮我，要不我真的没法再干下去了。那你说我怎么帮你？哎，你知道吗，现在那个盛果葡萄酒业的徐光天呢，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了。哦，他也入股了？这徐光天也做起平面媒体了？就是那个老女人把他拉进来的，而且我拼命抢过来的单子都被那个老女人说成是她的业绩了。哎呀，这种人靠投机和小聪明成不了大气候的。你啊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是啊，我是没跟他计较，可他不行啊，非把我挤出去不可。那什么意思啊？各干各的呗。他想让你离开公司啊？嗯，我不知道他跟徐光天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关系。徐光天处处帮着他，针对我，我看差不多快把我挤出去了。哎，不对吧，这个徐光天他知道你是我妹妹，他怎么不会不给面子吧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社会上这些人能有几个那么容易被看出来的。哥，你就出面吧，你再不出面我就干不下去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嗯、啊，哎，哥，来吃点水果。哎，甜。那我先去睡了，这几天因为这些事一直没睡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啊，找个按摩师给你做个全身减压按摩。好啊，哥对我最好了。快去吧，我去睡了。梁叔，你给我等着瞧，我就不信还赢不了你了。我发誓，下个月就要你从乐意消失。
是徐光天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明天晚上有时间吗？啊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你好，艾先生，您的客人到了。哎呀，徐总，徐总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，请。哎呀，今天非常抱歉啊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来迟了，惭愧。哎呀，没有啊，离咱们约定的时间还有十分钟呢，你是早到了。不过都是自己人，没那么讲究。啊，来，哎，来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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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您请。来来来，安先生，您现在点菜吗？啊，我还有一客人，待会儿吧。啊，好的，有需要您叫我。哎呀，徐总，最近怎么样生意？啊，承蒙您的关照，生意嘛，还算过得去。啊，哎，对了，上回那卫生检查的事儿，张局长帮到你没有？哎呦，那可是帮了大忙了，亏得张局长，要不是他一句话，我光补手续就得跑断腿。幸亏您给牵线，我这是感谢之至啊。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朋友们。只要你的事业发展顺利，那就好啊。哎，大哥，今晚就让我做东吧。吃完饭，咱们再到会所里放松放松。哎，不用。昨天打电话不是说好我请客吗？再说了，咱都老朋友了，谁请谁还不一样啊？啊，不用客气，听我安排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我听大哥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哥。啊，来了。徐总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哎，小芳啊，你等的客人就是他。啊，怎么了？不欢迎啊？我是欢迎之至啊。来，小芳，坐。啊，好。哇，菜来了！哇哇！一号选手李好，作品叫做《有骨气》。原料呢就是黑山猪排骨，这个菜的精神含量为了表扬我们的人民英雄吕程他的浩然正气。啊，打住打住，能吃吗？为什么不能吃？真的不能吃啊？我就说吧，你什么时候会做菜了？我在里面炖了两个钟头。哎，坐下坐下。行了行了，看我的吧。哎，真的不能吃吗？咬不动。不可能啊，你自己尝尝。当当当当当，哇，鲍鱼！这道菜原料是新鲜的山药和鲍鱼，山药吸收了鲍鱼的鲜味，鲍鱼吸收了山药的清香，达到一种完美的融合，名字叫爱的见证。哦，哎，我虽然会吃，但是不会做。为了报答成哥的救命之恩，我特地奉上一道情义无价。等着，你也太露骨了吧！哒哒哒哒，你也给我一刀算了。菜来啦！这叫什么？啊？你说叫什么？这就叫情义无价呀！这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吗？看到了吧，最能忽悠的还是养生馆的老板欧乐乐，这么俗的菜叫那么嗨的名儿。哎，你的呢？哎，对啊，你的呢？我就算了吧，我做的菜你们仨还没吃腻啊？怎么可能，我们四个人只有三个菜啊。还有一个咬不动，还有一个没放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尝了。但是，我叫了一个外卖，在哪儿呢？你们仨不信问问是什么菜？什么菜？叫什么菜？全家福。到底在哪儿？你快拿出来啊！李好的被窝里，在我的被窝里，你怎么可以把菜放在我的被窝里呢？我怕你偷吃嘛。你快去拿出来啊！
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喂，去不去？差一点啊，够狠的你！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全家福，全家福，全家福。曲总，啊不，曲大哥，我为了你入股我们乐意杂志，马到成功。来，干杯。啊，哎，你在乐意吗？啊，曲大哥不知道啊，我就是金正社长的助理。哦。我跟你们公司一个总监梁小姐很熟。哦，梁小姐啊，她是通过我们才认识你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她的男朋友傅一平带来的。来来来，干杯。干。嗯。谢谢。徐大哥，你不知道吧？那个傅一平被那个女的彻底伤害了。现在啊，悔不当初，走了。这事我是知道的，他现在把公司交给我手下人代管。我一直真的以为是他父母身体问题，所以回去陪父母了。傅一平是很要面子的，我想感情的事，无论男的女的，都不愿意说出真话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吧？那个梁小姐。应该不是这种人吧？你们都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。他啊，最喜欢做一些讨巧的事情来博得别人的欢心。其实啊，都是垃圾。哎，小芳，不能这么说别人啊。来来，徐总，咱哥俩喝一杯啊。啊，祝大哥身体健康。啊，你随意。不过我妹妹的能力啊，我还是了解的。当初啊，送她去日本学习，就是要教她做事认真严谨。徐大哥，后来回国以后呢，帮我的公司做得不错，杂乱的管理经她调整，井井有条了。可是啊，我现在在乐意并不受重视。当你把资金注入之后，他们处处都避着我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妒忌我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对了，徐总，嗯，我听说你新入股的公司最近人员有所调整啊。没有啊。听小芳说啊，那可能是和金振之间有些误会。哎，都是因为工作嘛，可能是因为方式不一样产生的摩擦。我这妹子啊，性格直爽，我估计啊，可能是因为伤了金振的面子，这方面呢还要靠你多照顾照顾啊，找个合适的机会给他们相互调和调和。哈，啊，一定一定。反正啊，梁爽那个女人除了利用男人达到她自己的目的之外无一可取。哎，小芳，你这样讲有点太绝对了吧。是啊，不管梁爽和傅一平之间发生了什么，她的工作能力还是蛮强的。我说她是个狐狸精，我看你也被她迷惑了吧。小芳，哎，小芳，这徐总我还是很了解的，为人很成熟很稳重，不像你说那样。徐总刚才说的也对，你呢多向人梁爽学学。还是大哥说的有道理。好了，看来我今天说的话你们两个都没有听进去吧。那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你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哎，小芳，小芳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徐总。没事没事，他这脾气是不小哈。来来，咱们俩继续喝。好，不管的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以后我妹子还是要麻烦你多多关照啊，顺便调教调教。一定一定。来来来，干。来。你好，请问您是？请问李医生在吗？您是？我姓李，约的今天10点。
十点，李女士，哦，你好，啊，这边请。哎，大夫，嗯，我现在压力太大了，我都快崩溃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总是忍不住要看我老公的手机、QQ， 以及一切他能和别人联系的东西。忍不住的看，就是你偷看，他不愿意给你看。嗯，这他倒是没说，但是我不愿意，我表现得很不在乎的样子。可是他每次洗澡或者不在书房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的偷看。那你有没有尝试去控制一下自己，不去偷看呢？有，可是不行。在他去洗澡的时候，手机放在床头上，你能控制自己不去看吗？我的手不停地发抖，手心不停地出汗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那会不会是你老公去洗澡的时候，你听见那个水的声音，特别刺激你去看呢？是的，我根本就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嗯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你老公有外遇？有。之前有过。之前有，就是说现在没有了，是吧？这么和你说吧，他以前有过，但我觉得现在也无所谓了，因为我也快有了。啊，李医生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。其实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，我也很害怕，但是我觉得跟那个人在一起，我的病就好了。我好，你说的我都懂。那你现在更担心的是你老公有外遇，还是你担心自己已经深陷到这种情境当中了？以前我总是担心他又去联系那个女的，不要我，不要我们这个家。可自从我跟那个人接触之后，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李医生，我既然来找你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可怕，我都快不认识我自己了。其实在你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当中，包括一些比如说家庭主妇啊，或者是在事业上很有地位的一些女强人，她们都碰到过这种情形。所以你真的不用太担心，你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特别的事情。其实我丈夫现在挺好的，每天下班没有应酬，回家陪我吃饭，出去逛公园，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。那以你现在的行为来看，我说的你都能领会，但是你得从你的行为上去改变。好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把墨汁泼在你身上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。既然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，那你又做了一件错事，就是用我的错误来惩罚我，同时也惩罚了你自己。干嘛这么唉声叹气的？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这一晚上一晚上的睡不着，这白头发呀蹭蹭蹭的往外冒，这一早上起来，这前额又多了好几根。哎呀，你操那心干嘛呀？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是吧？你总不能强迫闺女现在就去嫁人吧？我哪敢呐！我现在什么都不敢说了。你说那个傅一平，咱们看着挺好的吧？谁知道最后是那种人呢？哎呀，还是因为女儿啊太单纯了。也怪咱们这老花眼，
看不出好赖人了。哎，哎，你看这个，刚才孙老师啊送来的请柬，他女儿啊周末要结婚了，请咱们去喝喜酒去。哎，孙老师闺女要结婚了？可不是嘛，比爽爽还小3岁呢。他那闺女模样不怎么样啊。嗨，现在谁还看模样？模样管什么用啊？老了不都一样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说你，你又多心了。嘿，哎呀，你说这个孙老师的女儿啊，模样不太好，可人该嫁也嫁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据说那个男孩对她很不错，上下班接送。孙老师啊，对这小伙子可满意了。你去吧，我可不去。哎，刚才还答应一块去的，你不去这不是驳面子吗？人家面子，人家面子，你怎么不考虑考虑我的面子呀？啊，人家在那儿大摆宴席，答谢宾朋的，我闺女比人家大3岁，还没嫁出去，你说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？我的面子呢？哎呀，面子面子还是面子啊！老伴儿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，啊，不是娶就是嫁，人家的婚礼咱不去。以后梁爽结婚，你请人家，人家不来，你有面子吗？说的也是哈。我说呀，还是去吧。啊，孙老师呢也挺照顾梁爽的。记得小时候梁爽在幼儿园没人接送，还不是孙老师骑着自行车，前面一个后边一个，这一推一推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好好好，去就行。啊，把请柬收好。哎，谁呀？哎，把这收好。啊，谁呀？哎呦，跟你们一块过节，带好吃的来喽。哎呦，快进来快进来，你可真是的，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吃的呀？妈妈来了。我朋友啊从上海带来的鲜肉月饼，你看看你看看，哎呦，味道啊嗲的嘞。赶快放你微波炉里热热，趁热吃。哎，我最爱吃鲜肉。好吃，还是你享受啊。就是。哎呦，你看见没有，一见你啊这说话嘴甜的呀，你跟我说话呀就跟训三孙子似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知足吧你。我爱美还巴不得有人训我呢。嗯，不烤就好吃。哎呀，急什么呀，你们先坐着啊，我去给你们沏茶。哎哎，不用不用。嗯，我有，尝尝我这个。哎呀，这个，你这人可真够逗的，上人家做客，吃的喝的都自己带，讨厌。是啊，我们啊，女儿店里新进的那个什么美国的叫什么什么花茶的，味道特别香。嗯，香。你闻闻，嗯，是不是？你沏上沏上。行行行行行。哎呀，尝尝幸福。坐着啊，等着。正好。正 好吃吧。嗯，哎呀，怎么样啊梁爽他们？嗯嗯，情绪还可以，但是那个事儿啊不敢问了。嗯，不过我看乐乐他们四个孩子在一块玩的还挺有点那个意思的。啊，你说李好和李成他们是吧？是啊，四个还在一块又打打闹闹的，可热闹呢。挺好。嗯，这四个孩子都挺正直的，在一块玩的高兴。我现在跟月菊啊也没什么可惦记的，就是想让孩子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，我们心里就踏实了。快来喝茶了。嗯，喝茶了。哦，喝茶喝茶。嗯，来。嗯，好好，来，我来拿。嗯，来来来，喝茶吃月饼。哎，尝尝我这新茶的味道。来，欧妈妈你坐。嗯，坐。嗯嗯。哎，怎么样？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乐乐跟那个吕成谈上了没有啊？正要跟你说呢。那天啊，我直接找小伙子去了。嗯，问他对我们家乐乐到底什么态度啊？他怎么说？他说吧，他挺喜欢我们家乐乐的，可就怕乐乐看不上他。你们知道的。毕竟是农村的。哎呦，这有什么关系嘛？
人好最重要了。是啊，你说那个傅一平，家庭环境挺好的吧？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那种人呢。要我说呀，现在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，这是最实惠的了。是啊，我也这么想的呀。而且你们知道吧，那小伙子为了乐乐，挨了坏人一刀呢。啊？还有这种事儿？那梁爽知道吗？知道啊。没说啊？没有，可能是怕我们担心吧。所以我就说啊，别的不说，就为了这一件事儿，谁也别找了，就找这小伙子。命都豁出去了，还有什么信任不过的？是啊，哎呦，真是难得碰上这样的好小伙子。你们家乐乐命真好，碰上这么个好孩子。好啊，这才是男人。哎，那你们家乐乐到底什么态度呢？乐乐呢，也挺喜欢他的。反正啊，我就照你说的那样，看见他俩在一起，一个劲儿在他俩好。只要他们好上了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这个心总算乐下来了。哎呦，你就别吃了，人家乐乐都要嫁人了，就剩你们家宝贝闺女了。你瞧瞧这，人家刚说要喜欢，你就要嫁人了。你们这些老女人呐，说风就是雨。本来风就是雨的头嘛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李好和梁爽啊，走得挺近的。上班门对门，每天中午吃饭都在一块儿。真的呀？真的。哎，那你可得帮我向乐乐打听打听，看看他们俩到底有戏没戏。行啊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要真是这样，那可太好了。当初我就觉得李好这孩子不错。净马后炮。谁马后炮了？你说梁爽情绪不好的时候，这孩子没少出力吧？就是。是不是好孩子啊？说不定哪天就好上了。哎，我真希望他们两个好上。哎呦，说不定四个都好了。来来来，咱们先为孩子们干一杯。哎，美满幸福，干喽。你那破狗撞死了也没撞，这是一只受伤的狗，你这有没有点爱心呢？受伤的狗那死了更活该。混蛋，快滚吧你！切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乖乖，乖乖，你没事吧？乖乖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先生里面请。啊，谢谢啊。徐总，你来了。啊，抱歉抱歉，那个路上有点堵。没事，你先坐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你不是有东西要给我看吗？都在这里了，你看一下。啊。这就是乐意真实的经营状况。从哪里弄来的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，但是你要知道的是，你投的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？这不对呀！之前金正给我的财务报表不是这样的。徐总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？我相信你能判断出来的。公司之前提供的资料我都看过了，律师也看过了，
没什么问题啊。要是能让你看出破绽的话，那就不是凉爽了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凉爽给我下套？你想想看，凉爽当初找你跟你说乐意当时有困难，然后想让你出资帮忙，最后你为什么就入股乐意了呢？是因为这个项目我看到了不错，而且确实有赚头。这些都是凉爽在演的戏啊。演戏？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你手头上有钱，又是外行，再加上傅一平那一层关系，你就很自然会对他信任。他就是利用你的善良把你给骗了。你不知道梁爽是个城府很深的人，要不是因为你跟我哥是朋友的关系，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跟你讲这些话的。就是说金振在财务问题上对我有所隐瞒。要是跟你说真实的情况，你还会投钱进去吗？我相信只有傻子才会这样吧。可是上次那个项目确实做成了，而且收益我也看见了。你是外行，要骗你啊太容易了。不会，梁爽不至于和金振一起来骗我。你还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啊？谁啊？就金振跟梁爽啊。啊，他们？梁爽呢是金振的情人，他们俩在一起啊，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金振这个人我多少有些了解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还有点了解啊？你的钱都被他们给骗了，你还在帮他们讲话？好了好了，话我也说了，资料你也看了，你还是不信啊？有点乱，这个你让我想想。嗯，好吧。徐总啊，我还有些证据，要是你要看的话我可以给你看，到时你就知道谁是真心对你好。再见。到点了，饿死我了。我发现你每天这时候啊都这样。哎，我这不是正长身体呢吗？要多吃饭，多补充营养。你还真以为自己18岁啊？嗯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要去吃成都小吃，吃盖饭，顺便点点麻辣烫什么的。我也想吃。走。二位怎么样，吃了吗？啊，没呢。金总，您是不是又要请客？哎，我呀中午约了朋友谈点事儿。啊，下次下次啊。哦，好好。走。
客人了，温乐姐，你看。啊，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正好路过你们门口，感觉这个养生馆还挺不错的。我前段时间不小心把腿摔伤了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在你们这里做一些康复治疗。好的，那你先跟我过来一下。丽丽，去把吕成叫来。你慢点啊。哦，你是这里的老板啊？我自己的店。小心。这么年轻啊，怎么称呼？我姓欧。欧，欧老板你好。别这么叫我，还没有人这么叫过我呢，叫我乐乐吧。乐乐，人如其名，很乐嘛。哎，您这腿是怎么受伤的呀？摔的？哦，前两天不小心给车撞了。哦，那以后得当心点。我们去那边坐吧。啊，好，来，慢点。不错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李成，这位先生腿受伤了，你帮他安排做一下复健。这是我们店里最专业的教练，他一定会为你定制出一套令你满意的复健计划。具体的方案计划你们俩聊吧。好，走了。吕教练你好。你好。过量。这一次你让我心头一凉，我一直徘徊游荡，假装没人会真正欣赏我的模样。这一次我的眼终于明亮，曾有的一点伪装也愿层层剥掉，有种安全感在心里回荡。只要再看你一眼，我变得更美。你拆下我的心门，慢慢走进我秘密花园，种下第一枝玫瑰。只要再看你一眼，我更加绝不肤浅，太晚才遇上你的珍贵，你的未来有我陪，不浪费。只要再看你一眼，只要再看你一眼，我变得更美，变得更美。你敲响我的心门，慢慢走进我秘密花园，种下第一枝。再看你一眼，我更加了解。我的爱却不肤浅，太晚才遇上你的缺点。